他有一首歌《愿苍天变了心》，唱的比原唱好听是吧？如果让我遇见你，而你正当年轻，我呀，真的吧，是吧？我歇一会儿，我上趟厕所，完了之后呢，整一把那个这个小欢乐豆，然后家人们你们就是随便想那个上点就上点都没事了，咱们现在段位已经到至尊了是吧，能往王者冲一冲，咱就不着急慢慢来。王木生败家老娘们，谁败家呀，王木生才是败家老爷们呢，我不的，我是一个好女人，我咋败家了，我没有败家，是王木生把咱家都全给我败过破产了，你知道吗，都给我败过破产了，我啥我都没有了，车也没了是吧，就是钱都没了，都没有了，拉一屁股饥荒，都这不是拉饥荒搁这坎儿挣钱呢吗，不挣钱咋整啊，不挣钱王木生都给我拉饥荒了，我怎么还，你说啊，愁人不，我太难了。你我也会唱啊，都会唱的，会唱的，真的家人们你们就看吧，那个家长啊、哦、等那个相识舞上的时候，我必须在直播间通知我们的家人们，你们一定要看，你们一定要看，你们看到底是我丁宁就是作妖，还是王木生作妖就完了，真的就这么讲吧，就这么讲吧哈，就是你像啊，像我们家家长哈，就是他四陪一号，就是我都能容忍，说实在话，忍呗，对不对？吃喝玩乐，吃喝玩乐，你看吃喝玩乐四陪我都能容忍，但是败家我确实忍不了，知道吗？败家我真是忍不了，就是什么不挣钱专门干什么，什么赔钱专门干什么，你谁能受了啊？啊？从我这个啊，从我这个从戏里边，就是我俩过这么多年哈，就从来就没有过挣过一点啥的，就没有过啊，必须赔，必须就是赔的那家伙就是包都赔没了，知道吗？反正一个毒舌大赛，王木生给整疯了快了，什么整疯了，家长你应该心疼心疼我，知道吗？家长你应该心疼心疼你老妹呀，你得这么想，哎呀，白瞎我老妹这个人了，怎么能跟你呢？你说在乡村爱情里边跟谁的话也比跟你强啊，虽然说你爸是王大拿，虽然说你们家里边就是挺有实力的，但是讲话了也不跟你家这个老人生活、啊、跟你过，你怎么能这么败坏人啊，啊、哦，家长，你下次看的时候你心疼我啊，行吧，你这边看完你那边就骂王木生啊，谁呀败家呀，啊，王木生败家，嗯，拿夹子夹舌头我都逗死了，嗯，传媒嗯都没了，哥你知道吗，哥你知道吗，就是最开始相亲的时候啊，我给你们捋捋啊，最开始乡村爱情期的时候你们兴许没看，我们两个就是说开的是什么车啊，开的大吉普车，知道吗，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，就是凌志，知道吗，是一个大吉普车，我俩开着那个车，完了里边放一个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，嗯，然后我俩就回家了，回家了之后吧，完了王大拿人家住的是别墅，知道吗，那家伙豪华呀，可好了，后来呢，这个我们家就变宝马了，知道吗，变宝马完我就住别墅了，哎，变宝马住别墅了啊，我不能老跟我老公公他们搁一起住啊，我也得有我自己家呀，俺家是三层大别墅，独栋的，知道吗，独栋大别墅，嗯，后来这家伙别墅给我干没了，知道吗，别墅给我干没了，我开上小丰田了，就是不大点那个，嗯，十多万那个小丰田，知道吗，开那个了，别墅就给我干平房了，后来车也没了，变成走道了，就剩俩腿了，知道吗，
把我挺好的气质啊，把我挺好的气质，就是说的这个富贵人家的这个气质，胡拉给我变成农村的这个种地的了。刚哥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刚哥哪个刚哥呀？哎呀，啊，非得倒腾煤吗？非得跟人倒腾煤吗？啊，就是煤卖煤整煤吗？后来那么这个让人给骗了。啊，赔了好几十万，赌石，花50万赌石啊，开开那石头，好像他妈1万块钱都不值。你说愁不愁的吧？对，他在戏里边就没挣过钱，我没说吗？什么赔钱干什么吗？相识舞你们一定要看，家人们啊，我等那个下次。请示一下刚哥，我那啥啊、哦，我下次我一定要这个，我问问咱们这个剧组里边的导演啥的，我问问他《相识舞》大概什么时候播放，是吧？是这个6月中旬呢，还是说7月份呢？赶紧播吧，播你们就赶紧看吧，《相识舞》老好，家人们，《相识舞》《相识六》啊，《相识七》都很好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看哦，一定要看，因为现在这个。我就不跟你们说那么多了，你看就完了。VIP 都充好了，就等你们上线儿了。阿丽给我家长报上来呀，我家长刚才卡了吧？应该是卡了吧？陀螺林哥你也看啊、哦，九三哥你们都得看啊、哦，不说别的，嗯，不说别的，你就一定看我就完了，看你红啊，瓜子都准备一箱了，别墅被你。别墅被你堵了，不是我，是王木生。王木生背着我，他把别墅抵押出去了。完了之后，他做买卖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个250，他说的，说那个宁宁，你把房照拿来，完了我给你更名，是吧？我写你名，现在房照上都是我的名。我跟人过这么多年，我啥都没有，知道吗？我啥都没有。完，他说的那个把你名写上去，我说妈，那太好了。我说王木生，你真长心了，你呀、啊，跟你过这么多年，是不是？你把我名终于添上了，要不我跟他俩真的白过一回，啥都没有。对呀，完我就信了，我把房照就给他拿去了，拿去了一半道就给我抵押出去了，抵押了，没好。告诉你就这老爷们儿，就是这老爷们儿，你别说拍戏了，就线下谁摊上谁都没好。我告诉你啊、哦，听刚哥的赌石了啊！你说的是那个戏里边那个叫刚哥那个吧？是不是啊？戏里边那刚哥是吧？那我都忘了，应该是他就是天天整那老硬币，还得这么砰一下子，看的是倍儿还是心儿，知道吗？哪面他都有说头，就那玩意儿就不行。要他爹怎么能对他那样啊？要不他爹为什么就是对他那么不好？为什么咱家那水厂都不给他呀？是吧？就是让老胡搁那边管，都不想让王木生搁那管。王木生不管就对了，知道吗？王木生要搁那管哈，就那水厂就是厂子，就是房子房盖都能给你，那瓦片都能给你赔没的，没好，没好，败坏人，哎呀，败坏人，谁跟他俩过？我告诉你，谁跟他俩过，我跟你讲哈，那真是中大奖了，都百年不遇，千年不遇，真的，千年不遇啊！那真是的了，啥呀那都？嗯，我还是喜欢尼古拉哈。透露剧情了，那都是相识三的事儿了，15、16、17我不可能跟你们说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我陀螺林哥哥。我这个舌头能抢救一下，没那个必要了，哥。谢谢我陀螺林哥给红红送来这么漂亮的皇冠呐！嘿，嘿，都嘿，嘿。他，我跟你讲，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哈？最好的一点是他没把我赔出去。知道吗？他没把我赔给别人，这个还算他挺长心，知道吗？他要把我赔给别人的话，我跟你说，王木生那就是离艾莎不远了。真的。离艾莎不远了。那不可能。
大坨，哎呀不是，吓死我了，我点错了。啊，搁别人的话早赔完了，哥你的意思搁别人的话就早把我赔出去了呗，能不能别那么狠心呢、啊、哥哥呀，别那么狠心呢、啊、你也幸运了，嗯呐，我得算是命大吧，哥是吧，我也算是命大吧。好赖王木生还有点这个叫怜悯之心呢，是吧，没把我这个赔给别人。这么说吧，他娶到我了哈，也算是他的福气吧，真的也算是他的福气吧。嗯，说实在话，那你说他找啥样的呀，对不对，那说话啷啷啷啷的，谁能听懂啊，谁能听懂啊，对不对，我看看啊，我看我找个谁啊，跟小影再整一把吧，我想去趟洗手间，我就先不乱斗了。把你陪出去了，第八就那啥了。哇，哎呀，红姐你还没下了，10点11点了，这神奇了，唠嗑呢，今天吃的饱了吗，还是没吃饱，就是升个段位嘛，升个段位、哦、哎我去，这王者都10000多了，11200了都啊。你马上，对，我马上啥呀，我哪有那个马上啊，我呀我马下吧， 你是我我今天刚开播的时候就差10000多，你可以的姐。嗯，你刚开播，我这都几点了，除非说大哥给我中个大件儿吧，还能有点希望，要不的话就没有啥希望了，该咋是咋的。我这也是今天刚刚打完团之后然后升上去的。我那啥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整一个呗、嗯、我刚才寻思别乱斗了，摇不着啥人儿啊、嗯、唱歌吗，唱歌的话我还是跟兄弟们唠唠嗑吧。你唱歌呗，老长时间没听你唱歌了，你唱那个、嗯、唱那个啥歌来了，唱个别的，选一个。我唱歌你不是上厕所吗，对呀、啊、我上厕所啊，整吧，你去呗，我跟你把那个对话框，你们家的对话框、啊、我跟他们聊聊天。你就唱唱就完了，我上趟厕所、啊、我唱，反正你我来我再跟你聊啊、嗯、行，那你去呗。你为什么要揍我啊，梦想，就因为我没有给你跳舞你就要揍我了，为什么，人家不伤心不难过的吗，对面不是红姐让我唱一首歌，嗯，哦我还以为是你呢，红姐让我唱一首歌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吧，对面小哥哥估计他们也想听我唱歌了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今天唱什么歌呢，唱什么歌呢，我的好哥哥，我喜欢唱这首歌，嗯，妈呀，这个黑色的头像我还以为是黑哥，站站坐啊，愿你三顾茅庐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雨天有伞，愿你梦满安，愿你问安山，愿你心不烦，愿你时光梦幻，愿故人不散，愿你余生全有欢，愿你情有所依不孤单，烦恼都短暂，愿你匆忙脚步能放慢，不忘回头看，愿你此生艰辛无遗憾，万事皆圆满。你看我们家大哥都控制不住他的手了，刷礼物的手了，是吧。欢迎我陀螺林哥，谢谢我嘿嘿，听到了吗红姐，我唱了多好啊，听着了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家长，谢谢好哥哥。你们家家长在啊，家长在你就别下了呗，你就升到王者好了嘞。那不行，我这人就是这样顺其自然，家长刚来，对。
后来你就要走了，那我没走啊，我没有没有没有没走，啊没走，对，哇谢谢我陀螺林哥，妈呀这咋这么多小可爱，不是就这个呢，这叫什么生生世世呢，我去。哇去谢谢我陀螺林哥、哎呀妈呀，他们说那个、这两个一起刷是不是有一个特效啊，我还真的没看过他两个一起刷，他俩咋一起刷呀，他俩不就是交叉着点、对就点一个男的点一个女的嘛，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想试试，他们说有这个特效我不知道，我没看过，我也没看过，没看过一起的，谢谢我黑嘿、欢迎青衣，我也不知道，青衣哥哥晚上好、哎、要对着他打我，揍他，哎你们那个团战怎么样啊，结果如何呀，谢谢九三哥，吃鸡了还吃个鸡中鸡，完了那我预言错了我靠你咋预言我的呀，我预言说的，我说他们不跟我玩，他们第一把就让人偷就得下来，不我们还吃到了最后的一把，我跟你说你们吃的那个鸡绝对是小的、不是大的，40多万票那也是小的，知道吗？小的，小的，小的。二两半，跟对面就相差了600块钱，600块钱。啊，完了你们赢了呗，那意思？嗯。哦不，我们赢了，对，就是我们有加成，就相差600块钱、对面也挺狠的，都挺狠的角色。是吗？对。哎呀，最后我们还是吃鸡了。哎呀，这家伙。那个谁是大腿呀？你们呢？你是大腿啊？真是又谦虚了、真的、啊、我们是又谦虚了，